Oh my God! Ay, oh, yeah. Oh, yeah. 现场所有的朋友，大家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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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
我很开心，很荣幸，真的真的。哎，其实过去这一年，这个刚刚过去这一年，你也是忙碌到一种不可思议。哎，讲一下，就工作，工作都是这样。对呀，来讲一下。我男生还是不爱你，不爱你，不爱你。哎哎，跟我们分享一下，过去这一年，稍微回顾一下，老肖的一年。过去都在忙什么？里面很多粉丝，大家都来一步一步陪着你的。老肖过去那一年，我们回忆一下。过去那一年就是忙碌的工作吧。啊，做了些什么呢？就发了两张专辑。哎呦，对，来一点掌声好不好？好。对，就是去年发了一张 Mr. Jazz， 跟一张全新国语专辑，很炫的哦。对，然后现在这一张听说还有，马上就要有一点小调整，要回馈歌迷了，要改版，对对对，真的吗？哎呦，那有什么玄机在里面？改怎么改版？里面其实就是有新歌嘛，啊，新歌，然后还有一个 live 的 DVD。还有一些幕后花絮，对对对对，这个就很炫了。然后还有五支 MV 的，而且更重要的是，现在是一月份，听说三月份萧敬腾要在小巨蛋开演唱会，大家要不要去听？要！真的，今年要攻蛋，我们说。对对对对。我讲一个，你的演唱现场魅力是真的是很好看，很有爆发力。可是我们平常看演唱会，讲句老实话。没有办法买到离他量两公尺的票 ，OK？ 你们今天是赚到了。萧敬腾来跟我们现场这么近距离的粉丝，都是我们合作的同仁，跟他们呼喊一下好不好 ？Hello！ 这里。Hello！ 哦。You guys are so lucky. It's so hard to be so close to your idol.This is the very first time. 好，那所以我们要稍微讲一下啊，这演唱会你说是三月几号？3月29、30。3月29、30，所以今天我们应该可以算是一个 preview， OK？ 演唱会的 preview 抢先版，而且是近距离版，眼睛可以直接看到他脸上哪一个毛细孔版 ，OK？ 还是这样，太近了，近到可以看全萧敬腾。今天真的好，除了我们工作同仁是你的粉丝啊。居然还有看到，但我们台下很多掌声，然后我们 Jason 也是一个音乐，刚才他都有上来表演，所以呢，接下来几首歌带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好。